要在三局中欢迎我们最敬爱的柯市长李林会长市长好神仪式。在众神明的加持及庇佑下，有请柯市长以及彭局长接受祥师献蕊，然后有请两位长官高举您手中的吉祥物，同时转身让现场全体所有的贵宾一同分享喜悦。五路财神，众神拜坐，改建工程新气象，大吉大利大如意，礼生请烧香献果。完毕，动土第一禅，开地平安，动土顺利。现在哦，蓝营那边又推出说，连叶匡时都可能出来选，你会不会又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又有一点点竞争对手，很多人？我讲哦，那个我的答案也是，答案都一样。把该做的事情先做完再讲嘛。那你说这样子盖这可能不会在一个任内期间做完，你会希望说能够把它做完，而且是在你任内吗？这个工程有一定的时间呢、啊，所以这个我也觉得不要为了什么要在选举前去剪彩啊什么那个，我觉得那个都坏习惯了。